再见，我走了。江南金花的晒衣摊，他们两百多还成了，去去了。明天我们都要出去。你喊又是我的火炉出的。不是你的火炉，瓦西肯定是给你看的。明天我们都要去加班，去帮到打把栗子啊这些。太阳出来了，俺爷就是。吃栗子的朋友，明天我先帮你们尝味道哈，尝点好吃就跟你们说。